头大声地给你，只要手好到只敢陪你。No.
更多在我心里。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真奇妙，眼曾见，耳曾听，清楚在圣经记明。主耶稣我救主，真奇妙。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我救主，真奇妙。
装的是你的你这样手好好去赞美你你试下用个灵涌出嚟，啊！啲人有神嘅灵涌出嚟，你个灵涌有神，啊！啊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啊！多谢耶稣。放松成个人，啊，哈利路亚，神啊，让你的喜乐永流不息。Yeah.
稣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是我一切，你是我所爱超过一切，我爱你超过我的钱，超过我拥有的一切。神啊，因为你真的将一切的美好，你真的很爱我。神啊，你教我们不要爱世上的多过你，我们爱你更多，我们真的将生命献上给你。你试着做一个手势，神，我将我生命献上给你，我将我生命献给你，求你使用，让我能够爱更多人，祝福更多人。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就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就说，喂养我的小羊。我们跟耶稣说，主耶稣，我真的爱你，我真的看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像你那么好，对我那么好，这样照顾我，这样爱我。神啊，帮助我们真心去回应你，真心将生命给耶稣。神啊，我的生命是你的，耶稣，我的生命是你的，求你使用我的生命，祝福我的生命，提升我的生命。神啊，我的生命是你的，我将我的生命给你，耶稣，我将我的生命给你。哦，耶稣，我将我的生命给你。耶稣，求你向我们讲说话，求你亲自感动我们当中有人真是感受耶稣的爱而回应，真是将生命献上。当我们追求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发觉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要过去。我们吃了几十年的好吃的东西全部都去了洗手间，我们赚了很多的钱，有赚有用，我们都不能够带走，但我们将生命献给耶稣，我们的生命就蒙福，并且我们祝福很多人。我们发觉我们越跟从耶稣，生命就越蒙福。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不同，有些人呼召是去做工，有些人是家庭主妇，有些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侍奉，有些是愿意献上。当我们有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步步提升的。有些是做传道人，求神的灵向我们讲说话。在这一阵，你去跟耶稣说，主耶稣，你想我做什么？求你将这个感动放在我里面，求你告诉我你想我做什么。求神的灵亲自感动我们每一个，在这一阵亲自感动我们，亲自带领我们。耶稣，有时我们未必听到神的声音，当我被呼召做牧师，我从来没听过神叫我做牧师，但我心里面就是很想去做牧师，一路想一路很想，一路很持续很想去帮人。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一路持续很想帮人信耶稣，帮人提升他的灵命，这个都是神的呼召。有些人是大职，有些人是全时间的。如果神感动你，你愿意全时间进入侍奉里面，或者你已经在全时间的侍奉里面，你愿意的话，请你向神举我的手伸，我愿意全时间侍奉你。如果你是愿意的话，你将手举高，其他放低手。如果你愿意全时间的给神去使用的，请你将你的手举高。多谢耶稣，你是愿意的话，是你说我愿意大职服侍的，我在心里面一直都很想传福音的，请你举个手。耶稣会帮我们的，耶稣一定会帮我们的，多谢耶稣。
多謝天父，求你幫助我們，我們委身的真的被神大大的使用，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，哈利路亞。